夏季成果发表会。今晚的上半场为小团的表演，下半场则为大团的合奏。上半场表演时间预计为35分钟。在表演开始之前，请确认您已将手机关至震动，表演厅内禁止饮食。感谢各位配合。长庚弦乐社夏季晨发，琴梦异响，梦想起航。这怎么地道也有什么意义啊？